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呢，要来实况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学员帅哥》。那它是一款日本算是传说级的一个女性向 BL 的恋爱游戏。但我不知道这样子归类它是不是正确的，因为它有点不太一样哦。那哪里不一样呢？我们就进去玩了就知道咯。哦，他要我先来取名字。好，他要我取姓跟名，所以我就随便掰了一个出云哦，一字母。哦，操作说明。四月是日本的开学季哦，迟到了。我的名字是初韵无界，17岁，对，我17岁哦。今年的春天呢，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，我搬到了这个新庄市，这个字念庄吧，新庄，不是在新北市吗？好。其实呢，我以前有住在这个街上过，我已经有7年没有回来了，所以他之前是在外地，我隔了7年又回来这边住，很好。长大之后呢，用跟以前不一样的那个视点来看新庄市，觉得有点怀念，但又觉得好像是别的街道啊，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哦，私立蔷薇门高校。我今天呢转学的这个是名门的男子高中，私立蔷薇高校，集结了县内的 top class， top class 就 top class， 就是高等级的猛者。这个学校就收集了这么多猛者的，这个学校就是收集这么多猛者的男子学校。不管什么事呢，都很普通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这间学校生存，有点担心哦。但是呢，男校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，到底呢，每一天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，让我觉得有点期待，有点兴奋哦。这个春天呢，我期待这个整个新环境哦，然后我的胸口就肿胀起来了。我在乱翻，没有，他是说就是这样的心情让他的胸口就充满了那个期待感，欲求福满是这个handsome。 欲求福满是对，这是开头吗？ OP 吗？哦，这是我，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了？哟，这些就是学员帅哥啊！哦，生徒会长。配音也好好玩。好，哦，我的天哪！友情、孤独、狂气，这是怎样？这是什么画面啦？哦，我觉得还没开始玩我也就不行了。这是什么？看到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刚才那个就是名门高校。哦，怎么一直在喊这个？
哎、欸、哦，我要点了，要不然他会一直唱下去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对不起。有背景音乐了。哎、欸，我应该要先去哪里呢？哦，职员室就是老师的办公室哦，校长室，或者是我来校内探索。通常第一天我们应该要先去哪？我们先去老师的办公室找老师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今天转来的初音无界，请问我的班导在吗？哦，老师来了。西元色老师的话在不在这边哦，他可能在宿舍的哪里散步吧，你可以去那边找他。哇，叫我自己去找他。但是这样一大早就在校内走来走去的老师到底是怎样的老师啊？马上就吐槽一下自己的班导。谁在哼歌啊？嗯，我好像听到什么。嗯，有人在唱歌啊，是从这一间教室里面传出来的。哦，这是老师吗？哦，你不是今天转来的？我是初音无界。他说呢，他是二年 B 班的班导西元寺辉彦哦。他问我说喜不喜欢唱歌啊？好、啊。我觉得我这样一字一句的翻，好像会打乱他的那个讲话，所以我干脆把他讲什么话，我用成字幕好了。那我主角讲的话呢，我再用口说的方式来翻译哦。点点点。好。所以他就是我的班导哦。転入生の紹介をするぞ。今日からお前らの仲間になる。くんだ。みんな仲良くするんだ。他叫我的名字，为什么是嗯、啊？啊，请多指教。何可愛い顔だから、クラスのマドンナ候補だろうけど、お前ら覚えとけよ。こいつは俺のフィアンセだからな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，老师怎么突然换了一张脸啊？老师的手好像有点奇怪啊。冗談だよ冗談。さあ、授業始めるぞ。开什么玩笑啊？哦，谁啊？哎，你是？哦？哦，所以隔了七年又遇到以前的老同学啊。哦，拓也是那个拓也吗？哇，好久不见了，请多指教。哦，欸，拓也要回家咯。哦，拜拜。哦，居然还可以遇到老同学啊。哦，今天太紧张，害我都累了。但该怎么说呢，那个老师好奇怪哦，他好奇怪哦。我回来了。哦，我有妹妹。这个小孩呢是优，是我的妹妹。真的假的？那么有人气，真是的，像你这样的酷松。哎，这样讲自己的妹妹好吗？像你这样的愤女人，都是你啊！一定是把大家都给甩了吧？哦，跟小新蛮像的。啊，可是，我看片头那些人都长得很奇怪，你确定要跟我去吗？
我觉得妹妹好像是里面唯一长得最正常的，我应该没有，这不是错觉吧？当然不行啊！该怎么说？像你这样的小孩子，人家就算去了，人家也不会理你啊。好啦，这我不得不承认哦，因为你是这个游戏里面长得最正常的、哦、妹妹。哎，真是的，压力压力大贼。那一晚呢，我做了梦。谁啊？好像有谁在呼喊我的名字，到底是谁呢？我怎么觉得他在叫哆啦 A 梦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虽然没有看到发出声音的人是谁哦，但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出门了哦，所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，就做梦但有听到声音。哇、哦，今天没有迟到，大家都这样叫我，到底是怎样？谁啊？哦，校长，对对，你是？哦，校长特别来关心一下。哦哦，我这边可以选，我可以选第一个是这个学校的历史，然后校长的个人资料，第三个，第三个选项是哦，最近感觉上完厕所就是都感觉还有残留尿。第三个太好笑，我要选第三个。哦，好，哎，就这样子没了。我问了一个无聊的问题，然后就没了。哎呦！哦，可以记录啊。好好，那我要记录。好，麻烦校长了。哦，他还会自动记录啊。好，那我先记录在第二个。哦，他记录可以记录十页是怎样？那么多，三十格。哦，感谢校长。哦，老师。啊，那么突然，而且这老师怎么？这一张图看起来就是正太脸，但是刚才呢，有一张他搂着我的肩膀的那一张图，他又有胡渣，感觉就突然换一个人呢、啊。啊，我有办法做到吗？啊，已经下课了。今朝の抜き打ちテストの答案を返すぞ。30点以下だったものはちゃんと居残り。啊，我才刚转来耶，不要这样子啊！第一个就叫到我，好，哦，34分，好。哟，お前テストの結果どうだった？啊，考34分零。哎、欸，等下这个学校不是集结了猛者吗？为什么有零分的笨蛋？哈哈哈，好啦，我34分是也没有多好啦，哦，拓也真是没有变了。不过可以这样子笑呢，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说，也是很让我羡慕啊。哎哎，谁打破玻璃了？什么声音？哦哦，这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尖下巴主角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再点一下吗？啊、他谁？他谁？あいつ三年C組。啊，三年级的。しょっちゅう校内で変化するの。啊，每件每个字的中文我反而不会念哦。日文的话就应该是サクヤ对吧？勝手な言いばかりをつけてやりたい放題。この学校じゃ有名な問題児だよ。お前も気をつけろよな。好好好。え？
嘿，哦，这样的学校也有那种不良少年啊，好可怕哦。对啊，不是名门学校吗？我回来了，诶，还没有人回来啊，那我再去洗个澡吧。耶、yeah! ，妹妹在里面。妹妹在里面干嘛？穿这样的，这什么？这什么画面啊？哎、欸！什么是 Juliana Tokyo 啦？什么东西？妹妹到底在浴室里面干什么？啊，对啊，完全没有任何意见想法哦。超 sexy だったでしょ？今度久しぶりに一緒にお風呂に入ろうよ。ユウのセクシーボディを存分に見せてあげるから。啊，我不觉得哥哥啊，除非哥哥是萝莉控啊。哦，但哦，这个发言有点危险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出门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很 morning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打招呼的方式啊？哦，那么厉害！好，我要听，我要听。哈哈哈哈 ！Very very happy。冷静な対応を心がけると吉。ラッキーアイテムは青い消しゴムだそうだ。蓝色的橡皮擦哦，哈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感谢你了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再记录一下。我现在有点后悔问了那个校长先生残尿感的问题啊。哦，じゃまたな。今日も元気にゴーゴーゴーだぜ。校长先生呢？今天情绪也很高涨的，到底是怎么了呢？第一节课是上什么去了？咦，教室怎么谁都没有？对，我今天第一节课是那个家庭科室，家庭科室的。哎，家庭科的中文叫什么？家政科啊！啊，对，家政科。今天呢，要那个去煮菜哦。啊，完全忘记了，要赶快。哇！おやおや、そんなに急いでは危ないですよ。哦，谁啊？这么温柔。这位先生，你的下巴怎么了？啊，真是。不好意思。やれやれ、服にほこりがついてしまった。君は新入生ですね。え、对，是的。僕はこの学園の生徒会長。あ、わわわ。哇，感觉就很高级啊。このような無礼を働いたら許しませんよ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撞到那个学生会长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走了。刚才的人是学生会长吗？近莲儿，哇，感觉是个很严格的人呢、啊。好啊好啊，来去吃饭。啊，嗯，好。他们都叫我的名字都嗯，很随便的。哦，社团哦，要加入社团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完全忘记了。拖延，你有加入社团吗？哦，哎，不是吧？你考试考不好，然后又不参加社团活动，你是怎么考进这间学校的？不是聚集了猛者吗？中学的时候做了什么呢？我中学的时候，哦，加入了将棋社，但是呢，也不是很喜欢将棋啦。想说趁这个机会呢，要不要来做个运动也好啊？嗯，足球之类的吧。嗯。哎，谁突然开始在我后面谈论起来？哦，
他又出现了，萨库亚学长。ミツベリサクヤだ。美健，美健学长。なんかこっちに向かってきてないか？哦，真的吗？他是捡到钱吗？啊，不会吧？我们跟他又没有见过面呢。他的手，他的手，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拇指的方向是相反的？哎，对不起，我在在意这种事情。好，哦，真的耶，他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啊，到底为什么呢？难道我被他盯上了吗？啊，我会被杀，用下巴被杀吗？哦，蓝色橡皮擦耶，消しゴム落としたぜ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学长，美健学长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飒爽的离去了。哈哈哈。哦。美健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也说不定呢。好，再见喽。哦，好啊，好吧。没有吧，我什么都没做吧。好，拜拜。我不记得我有做什么坏事啊，到底是怎么了呢？可能是因为我刚转学过来，所以他想要调查一下我的状况吧。我们去看一下咯。为什么多了一个去校长的校长室的选项？那我先去找老师好了。这里就是学生指导室。哦哦哦哦，现在是怎样？老师在看着夕阳，那个侧脸简直就像就像新月般的美。还好啦，我觉得他侧脸没有刚才你遇到的其他人那么的新月哦。哦，欸，为什么转过来他的脸就变尖了？哎，老师你好。好。哦，什么事呢？欸，居然有回音。到底是怎样的指导在等着我呢？我要笑死了，直接吐槽他说，直接吐槽老师说，声音有回音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要帮我消除压力是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要我装备的意思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给我这干嘛？不是吧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